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天津之后，段祺瑞立刻召集他的学生傅良佐及其亲信段之贵等人开会，决定立刻起兵讨逆。段祺瑞决定联络湖南督军谭延闿、湖北督军王占元、直隶总督曹锟等人讨逆张勋。张勋复辟这场闹剧啊，其实就是一场利用和被利用的智谋博弈。张勋本人呢，他是想利用黎元洪来赶走段祺瑞，然后他再解散国会，驱逐黎元洪，这样呢就能使溥仪啊顺理成章的登位复辟了。可是张勋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啊，他的所作所为早在段祺瑞的计算当中了。段祺瑞呢是以退为进，先是利用张勋去解散国会，逼走黎元洪，然后呢他再起兵讨伐张勋，这样呢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掌政府大权，还能赢得再造共和的美誉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啊。所以张勋是实实在在的被这个老谋深算的段祺瑞给算计了一把。张勋得知各省督军反对复辟后非常生气，大骂他们不仁不义。随后各路讨逆的军队进入了北京，准备讨逆张勋。张勋呀，他有50营辫子军，每营大概有500人。张勋呢，这次上京呢，只带了10营，也就是5000来人，其余呢都留在了徐州，交给了张文生管理。当时呢，张勋上京之前，交代张文生，我如果发电报，上面写着速运花40盆，你呀就立刻调集40营兵力开往北京。但是真的等张勋啊给张文生发电报，让张文生速带40盆花来京，张文生能干什么呢？他真的就让人从徐州带了40盆花给张勋送去了。在张勋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张勋只好自请开缺，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知。民国以来，战争迭起，国困人穷，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。我只是顺应天命人意，还政大兴，欲行君主立宪政体，乃是诚心诚意，不为个人谋利益，所行五道不辜。凡我同各省督军多与其谋，东海徐世昌、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，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。代理总统冯国璋听到电报后，却下令将张勋的老职位一概撸掉，打成罪人。段祺瑞的讨逆军也是不依不饶，非要张勋解除武装，就地投降。张勋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，很多遗老也劝张勋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，但张勋对于劝说并没有任何反应，众遗老束手无策，只好纷纷逃离了京城。张勋无奈之下又发出一纸电报，痛斥北洋系的那些家伙背信弃义，出卖朋友。但段祺瑞等人并没有因为张勋的电报停止讨逆，而且下令总攻张勋。战斗开始后，大部分的辫子军被击溃，并自愿放下武器，割去了辫子，被接收、改编或者遣散。唯独张勋司展一带的辫子军顽强抵抗，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。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张勋的住宅，段祺瑞同意只能用1颗实弹攻击，其他只能用虚炮恐吓。当天晚上，讨逆军一炮击中张勋的住宅，火光冲天，辫子军纷纷从宅中逃离或缴械，只有张勋依然不肯屈服。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派车去接他，张勋才得以逃离了住宅，讨逆宣告结束。汉，张勋这个人的性格呢，最突出的特点啊是传统，啊实心眼儿，有一些憨厚，也很暴躁。
就这些特点啊，集合在张勋这个人身上，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的这么一个代名词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呢，是张勋他这个人的家乡观念呢还非常强，他对家乡父老有很多照顾，像他老家这个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啊，就沾了张勋不少光啊。张勋给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都造了一座大瓦房，缺啥给啥啊。江西人要是在外地做生意啊，需要建立这个会馆的时候呢，只要找到张勋啊，张勋都会慷慨解囊啊。那他对江西籍的这个学生求学也有很多资助，像后来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，像方志敏啊、张国焘啊，在当年都受过张勋的资助。回来了，溥仪赐谥号周武。